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上一次讲到感应篇里面所说的自罪引他永色方殊，字字句句含义都非常的深广。汇编注解里面引用经典的话，以及古圣先贤的教诲很多，内容非常丰富。我们因为时间的限制啊，不能够一一为大家介绍。这部书是好书啊，印光大师鉴定的，我们应当常常读诵。学佛先要学做人，做人呢先要学做好人。如果人都做不好，这个佛法的决定是有名无实。天台大师所说的名字为重啊，这个意思就是说有名无实，得不到佛法真实的利益，所以一定先把人做好。印光大师不但是一代的祖师大德，那么传说当中他是西方极乐世界大势至菩萨再来的，这个事情也可以相信。他为什么用感应篇、了凡四训、安世全书来教化一切大众，而不用佛家的经典？这一桩事情我们要多想想啊。大师用意何在？我在20多年前1977年在香港讲经，住在中华佛教图书馆。这个小图书馆里面收藏了不少印光大师弘法社所印的书籍，他印的书印得好，这个校对相当认真啊，错字少，可以说是近代的善本书。那么我在其中啊发现的就是他老人家了这三种书印的数量最多啊，我概略的估计应当超过300万册。那么其他的佛教经典的量啊都很少啊，跟这个相比几乎1/10得不到啊。于是我就想他老人家为什么要这样做，
现在的事实证明了，世间有很大的劫难。劫难是怎么造成的呢？佛经上讲得很清楚，讲得很明白。华严经上说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佛这两句话把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根源为我们说出来了。心现识变，谁的心呢？是我们自己的心。心是讲真心的，识是讲妄心的。是我们真心所现，妄心呢变化出来的。这个是一句话把这个宇宙人生的根源给我们说出来，一语道破。大乘经论上佛常讲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这一句话跟华严经上讲的两句完全相同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心唯心所现，想就是唯识所变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这些人世界上这些众生想的是什么？我们生活环境呢，随着我们思想在变化。现在这个世间人不再接受圣贤的教诲了。中国严格的说，从汉武帝开始一直到清朝末年，国家教学的政策虽然在这2000多年当中有朝代的变更，可是教育政策始终没变。不管是哪个朝代，元朝蒙古人入主中国，清朝满洲人入主中国，教育政策没改变，一脉相承啊。国家正规的教育都遵循孔孟。这个是汉武帝定下来的，2000年都遵守啊。社会教育采取佛家、道家，所以儒释道在中国称为三教啊。这是圣贤教育啊。所以国家呢，这2000年长治久安呢，有它道理存在。民国建立之后，打倒孔家店，把佛跟道呢都看成迷信，于是传统的教育政策被废除了，迷信西方的物质文明，
啊，迷信西方的功利主义，啊，我们自古以来讲的道德仁义都不要了，啊，造成今天国家的困境啊，社会动乱不安啊，啊，印族对这个事情知道的很清楚很明白，啊，用儒家的方法来教学，现在政策不许可，啊，佛道的教育虽然好，现在社会大众很难接受啊，所以先教你做人呢，做好人呐，了凡四训，这个里头主要的宗旨是教我们相信因果，啊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啊，种善因必定得善果。啊，可是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呢？大师提出了感应篇，啊，感应篇不是从外国来的，佛经是从外国翻译过来，感应篇是中国人自己写的，文字不多，啊，只有1300多字，啊，这个里面就是善恶的标准。啊，如果认真的读诵，每一天呢，依照这些教训呢，来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，断恶修善呢，先把人做好了。人做好了之后啊，才能学佛。啊，佛是好人做的，恶人明白之后啊，能够回头，回头是岸啊，这一回头就是好人啊。诸佛菩萨是以这个为基础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懂。感应篇、了凡四训，确确实实可以挽救现前的劫难。啊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《楞严经》上讲了很多。啊，洪水、水灾，水灾从哪里来的？贪心感得的。今天全世界的人，几乎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，哪个人不贪呢？这个事情麻烦大了。现在海水的水位已经逐渐上升了，科学家的估计，50年，南北两极的冰完全融化，海水上升呢，至少是50米。啊，那么换句话说，全世界沿海的城市通通被淹没掉了。啊。如果要是依照外国人预言上所说的，没有那么长的时间，啊，科学家认定是50年，外国预言里面所讲的10年，10年海水会涨50米，啊，那么换句话说，海拔
50米以下的全部会被淹没。贪心啊，人要能够把自私自利、把贪心舍弃掉，这个灾难就能转了。啊，南北极的冰不会融化了。啊，那我们今天要是这样子宣说，人家说我们头脑有问题。啊，你们迷信。他们决定不承认，啊，这个自然灾害啊，与人的思想有关系，他不承认呐，深明佛法的人不怀疑，而相信啊，一个人相信，这一个人得救啊。不相信的人，那就要遭难了。火灾，嗔恚心所感得的。啊，我们这个世间人都有嗔恚啊，嗔恚心而且很重。啊，所以我们居住这个地球，地心是温度极高的火啊，我们在佛经上读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个世界地心呢是琉璃的、清凉的啊。为什么我们这个地心是火球，人家那个星球啊，那个地是清凉的？那个世界上的人心地都是清净，没有贪嗔痴啊，所以他居住的环境不一样啊。我们这个世间众生呢，充满了贪嗔痴啊，愚痴感到的是风灾啊，就贪嗔痴啊，感得的是水火风这三灾呀。啊，功高我慢，心地不平，感得的是地震的。啊，心平气和，就没有地震了。唯独佛法里面跟我们讲的这么清楚，这么明白啊，所以佛讲境随心转啊，相随心转，体质随心转，居住环境也随心转啊。佛菩萨住极乐世界，住华藏世界，心好啊！啊，所以他居住的环境就变成极乐世界，就变成华藏世界。我们如果从心地上改变呢，我们的色身相好，居住环境也就都改变了。啊，佛法的殊胜。不是佛这样说说就算数算事了，佛教我们去证明，证明你才晓得这是事实真相啊！啊，所以佛不勉强，不是说我说就是真的，你们说是假的，佛不如实说。啊，佛说我说的这个你也可以证得。啊，那么你的心里头要想悟、言悟、行悟，你所感得的是三途地狱的苦报。佛都叫你去证啊，你造十恶业，
你看看地狱界境界会现前，所以佛给我们讲的句句是真实话了。佛陀的教诲实在讲呢，就是三桩事情。第一桩大事叫我们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，这个是佛法教学的大根大本呐。宇宙从哪里来的？虚空从哪里来的？生命从哪里来的？你把它的真相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这叫大彻大悟啊！这个叫做佛、做菩萨。如何能明了事实真相？从禅定当中去求。楞严里面讲的静寂光通达了，你心清净到极处，智慧就现前，事出世间一切法你就能通达。现在科学家跟我们讲空间有许多维次，三度空间、四度空间、五度空间，科学家证明确确实实有11度空间存在，但是没有方法突破。那么在理论上讲，空间维次是无限度的。佛经上不说空间维次，佛经上讲法界。那个法界就是现在科学家讲的空间维次。法界也是无量无边的，佛说法为了方便起见呢，把它归纳为十大类，这称是法界。实是代表无尽啊。法界怎么形成的呢？佛给我们讲，是一切众生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。科学家知道有这些东西存在，不知道怎么形成，所以他没办法突破。佛告诉我们，是妄想分别执着造成的。你懂得它的形成，你就有办法突破了。用什么方法突破的？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，不就破了吗？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在佛家讲这是禅定的功夫。所以禅定功夫越深，突破的层次就越广。虚空法界这一切真相你就明了了嘛。佛是样样叫我们亲自证的，这个不骗人的，你自己证明啊。人一定要保持清净心，要修清净心，清净心能生智慧。这个是佛法根本的教学。佛法在世间教我们怎样过日子，怎样生活，使你这个一生，不但一生，来生、后生、生生世世，你的生活真正过得幸福、美满、自在、快乐。那么佛的教学，首先你要了解人与人的关系。人
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族类，每一个族类里头又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族群啊，我们今天讲的是不同的国家、不同的种族啊，啊，这个不同的民族，我们怎样能够和睦相处啊？你也相处得不好，就起冲突，就有战争，就有流血啊。第二，教我们怎样与自然环境相处啊，自然环境里面有动物，有植物，有矿物啊，你要不懂这些道理啊，任凭自己的意思作践大自然，破坏大自然，就有自然灾害发生啊。所以现在人不懂这个道理啊，自然环境被破坏了，所以地球生病了，我们居住环境不好了啊，我们中国人讲风水被破坏了，今天是整个地球风水被破坏了，还会有好日子过啊？这一次大地震发生在普里我是40年前住过普里啊，那个时候我没出家，我跟参云法师、跟蒲妙法师一起在普里住茅棚。那个时候普里好啊，山清水秀啊，腹地都知道是台湾的腹地呀，真的是风调雨顺的。啊，我离开那个地方很多年了，啊，好像是10年，大概有10年的样子。10年前，有同修找我到普里去讲经，啊，去讲了几天。我到普里一看呢，我看得很伤心啊，普里的风水完全被破坏了。观音山那个地方盖了许许多多的小庙，我在远处一看是什么样现象呢？乱坟岗，他怎么会不遭难呢？每一个道场自私自利，不能够协调做整体的规划啊，建可以建，建得整整齐齐，那就很壮观嘛。啊，每一个人彼此互相不相让，啊，建得凌乱不堪呐、啊，那个地方遭难呐、啊。啊，那么好的风水啊，都破坏了，这人不懂得了。跟大自然相处啊，这佛教教导我们了。第三个教我们人如何与天地鬼神相处啊。天地鬼神净土讲就是各个不同的宗教啊，他们所侍奉的神明都不相同，我们如何跟他们宗教神明相处，跟他们宗教徒相处，这三个关系搞好了，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啊。这三个关系搞不好，这个社会动乱，世界永无宁日啊。
佛菩萨圣贤的教诲，我们要懂啊，要明了啊，要学习啊，要落实啊。啊，我在新加坡，在澳洲、马来西亚，我接触各个不同的族群，接触各个不同的宗教，跟他们非常和睦相处。有很多人问我，法师，你怎么会有这个念头？你为什么这样做？是我学佛，这是佛法的落实，佛教我这么做的，啊，我就应该要这样做。心量要大了，啊，要拓开心量，决定不可以自私自利。啊，台湾的同胞，我在台湾住了50年，怎么能不关心？心量小，会带来无比的灾难。心量要拓开呀！啊，我好，别人跟我一样好，就太平了；我好，别人不好，就有人偷你，就有人抢你。啊，中国古老的谚语所说，一家保暖千家院呐。啊，新加坡这个地方，啊，这个政府领导人懂得，新加坡好，也要马来西亚、印尼周边通通都好，啊，新加坡人才有好日子过啊。周边环境不好，每个人眼睛瞪到你，都想把你吃掉，你还会有好日子过吗？大家都好才行啊！每一个国家、每一个地区、每一个民族，通通都好，这才行啊！要有这样的心量啊！我蒋经国常说啊：“我们爱这个地球啊，世界一家啊，整个世界都好，别的星球不好，还有麻烦。”还有星际战争呢，爱我们这个地球啊，要爱所有的这些星球，尽虚空遍法界是一个真诚的大爱啊，才能解决问题啊。所以你看《大乘经》上佛常常讲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，这才是解决问题根本的办法啊！如果没有这样的心量，你想脱离六道轮回呀，就难了啊！啊，印祖叫我们读感应篇，依照感应篇学习，真实智慧啊，针对现前，我们众生所造无量无边罪业而说的。啊，所以要多想一想，要认真努力学习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